前面咧就要搭成嗰张红车去住自己嘅地方啦。拖车咧就一个钟之内可以去到啦，自己搭车咧就要成两个钟，钟钟咁样搭车咧可以睇到一啲新嘅地方咯。应该系喺嗰一边嗰个开始。咁咧而家就行咗嚟呢一度啦。要坐515嘅车，咁咧一个人去旅行，成日都会听人讲啊，一个人好危险啊，喂喂你咁大胆啊，但系有啲嘢你想做嘅嘢，放弃咗呢一个尝试之后，可能就会后悔5年10年之后，原来有人做咗安全，咁然后到时你就会后悔。嗰时嗰阵时我都试下啦，但系冇啊，即系有啲嘢过咗就过咗噶啦，后悔都冇。所以咧。想做就去做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自己諗啲方法，點樣可以安全啲咯。而家決定 course 啦，因為公司點樣去北方嘅 course， 咁架巴士係好多人去定啊，呢個巴士站，因為一個迴旋處就有一個飛啦，飛翻我都係巴士站嘅，有換車做一個地方，即係自己搭車咧就有一個。去到一個站落車，咁然後就喺嗰度慢慢行下，行下呢度，行下嗰度。以前未開始一個人去旅行嘅時候咧，就會驚行咗去唔知邊一度，然後唔識翻去點算咧？地球係圓噶嘛，就算你行錯路，你繼續行嘅時候，你又會有另外一條路線。總有方法係可以去到你想去嗰個地方。如果你要跟死一條路，我哋可以有好多方法可以去到自己想做嘅嘢。好多人生路，由一個人去旅行嘅時候開始，慢慢咁樣一路一路咁樣睇。出嚟噶，我對腳出去行，會識多好多嘢。因為一個人去旅行，可以識多好多人，大家交流下唔同嘅文化，當地嘅生活係點樣。所以咧，一個人去旅行咧，喺安全嘅情況下，喺周圍去探索咧，其實係一件好好玩嘅事嘅。呢度咧，一嚟到有咁多人喺度等緊位，一個人咧淨係可以坐巴士或者係一啲大嘅 M。頭先咧拎咗張飛就73，最少企喺度等五個鐘。Yeah， 好啦 ，OK。咁樣有位啊，哇，好靚喎，真係。呢啲咧，佢要6个人先可以坐得啊！中间圆形喺水上面嗰啲座位咧，要6点之后先至俾人坐啊！系冇乜人，出去影下相先。好靓啊！好舒服啊！都系咁样送餐噶喎，呢一个中间呢啲圆形嘅位咧，6点之前太晒又冇玩遮，所以咧呢啲台系唔招呼人啦。食完嘢咧就可以出嚟影相啦。而家呢个天气咁就啱啱好啦，少少阳光。佢呢一套咧就係將一個馬爾代夫嘅概念加咗入嚟，縮細版 mini 版咁樣樣。呢個咧就係佢個特色啦。香港嗰個生活節奏好緊張啦，廣州咁就係去一啲比較靜、比較少人嘅地方啦。有個氣球可以坐啦，上面有啲食，呢個就要坐下先啦。可以上去嘅。啱啱開始落嚟嘅時候咧，好驚嘅喺呢一個網嗰度，因為下面就係水嚟噶啦，呢個係半天釣噶。唔知佢點樣起咧，好穩陣，但係咧又好好玩。坐咗落嚟之後咧，好舒服。
好開心，跟住喺度瘋狂咁樣影相。自己去旅行咧，就係呢個好處啦，可以隨便咁樣影相。平時可能有人喺度嘅時候咧，對住鏡頭會怕醜噶嘛。自己一個去旅行嘅好處咧，就係個鏡頭淨係自己望到就得噶啦。瞓喺度咧，呢、這個感覺好舒服嘅，瞓喺度嘅感覺。呢個天氣啱啱好啦，六七點啊，而家晏晝好曬嘅時候咧就唔好啦，可以盡情咁樣瞓啦。喺呢度咧咁樣吊只腳落，第一次係有啲驚，我已經試咗好多次啦，而家定腳可以啦。仲有一個位好靚啊，就係咁樣又得啦。咁嘅環境有埋音樂喺度伴奏，有 live band， 真係可以喺度 hea 成日嘅喎，唔想走添。咁樣坐喺呢度聽歌咧，非常之 relax 啊！香港嘅生活實在太緊張啦，太壓抑啦，樣樣都要急，樣樣都要快。咁嚟到呢啲咁嘅環境咧，有海啊，有山啊，最好就冇乜人咁啊，仲正。呢度咧人其實都算多啊，好多遊客嚟打卡。其实应该过嚟呢边住一晚，然后听日就再去远啲地方。好正啊！呢、這个呢度又系要六个人先坐到嘅，呢、這个有千秋草啊，好开心啊！一个人去旅行咧，就可以一日咁样喺一个地方咁样 hea 成日啦。一嚟到呢度咧，又遇到一啲游客嘅，又遇到几个过嚟读音乐博士嘅人啦。佢哋就冇预约，十点钟嚟到呢一度，等咗十分钟到咧，就已经有位啦。上网睇到咧，就话中午之后过嚟咧，就唔使等位等咁耐。都好嘅，三點鐘先入嚟咧，慢慢食啊，慢慢戲下，影下相咧，就撞到佢夜晚原來有 live band 啊，同埋有位置去頭先嗰個城網嗰度影相咯。喺頭先個城網嗰度影相好好玩噶，所有好玩啊、刺激同埋你好開心、好著約嘅嘢咧，就係、是、開頭你覺得好驚唔敢試，你試下一次好啲啦，跟住再試多一兩次，哎唔驚咯喎，跟住然後再繼續落去咧，你就會開始覺得呢樣嘢，哎原來一啲都唔驚嘅，好好玩噶，好開心噶，咁樣甚至乎中意咗添。哦，原來我行咗大方向喎，好似望一望地圖，因為掛住影嘢咧，有發現自己行錯咗方向。哇，超級平啦，其實俾啲嘢食吸引咗啊，行咗去另一邊啦。啱啱嚟咗個雪糕車，可以食只雪糕等。我明白了，好，兄弟，兄弟。哇，好多蚊啊呢一度。今集嘅时间就到呢度啦，如果仲未订阅嘅话，快啲揿下面呢一个掣，打开小叮当，仲有记得要俾个 like 同埋分享俾身边嘅朋友。如果有任何感想嘅话，欢迎喺下面留言分享。我哋下个星期二见。